一念小知识，你知道吗？在游戏过程中，我们经常会遇到弹药不够的情况，沦落到只能吃白丹、绿丹的处境。别担心，这时候你可以找到你的灵兽系统，下镇你的逐羊宠物，将你的灵兽进行一个还原。灵兽不仅是我们战斗的好伙伴，也是我们移动的活丹药库。还原过后，就可以获得你大量丹前境界的蓝丹。你不要过来啊！有用的小知识又增加了。